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，我爱的人不爱我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夜市甜点店，我是娜娜口。今天呢，有一个非常神秘的嘉宾，帮我多了一点男性的粉丝，居然有女来宾，那我们欢迎地方妈妈多多。讲到地方妈妈，你就自己承认吧。所以你有一个要上国中的小孩。天哪，真的看不出来。那你的小孩呢？要上国中，是不是都会有一些诱惑，让他渐渐的好像离开你那种感觉？是朋友啊，手机啊，电玩啊。哎呀，有了电玩真的是不认亲娘的。只要有人就去。今天来到厌世甜点店，绝对让你满载而归。因为我们今天要学的就是让你把小孩这个心给拉回来，让他唔汤忘了妈妈的烤布雷。接下来我们进行烤布雷的材料介绍。第一个呢就是蛋黄，请用分蛋器把它过滤出来。鲜奶油，动物性鲜奶油，砂糖。比较特别的来了，为了让烤布雷呢比较有风味一点呢，我们选择搭配的是芒果果泥。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我来介绍了。怎么突然吓到我？闻起来非常香非常提味的荔枝酒。大姐是陈酒。有人说要自己介绍，突然来个荔枝酒，很香，跟荔枝一样香。我觉得你闻到酒精就开始，为什么前面最近这些材料都没办法入你的法眼？其实这个酒，如果你有疑虑的话，就是你也可以不加。多多这种地方妈妈爱喝酒的，就是尽全力给他灌下去。不是，它是为了提味啦，都提味。其实烤出来小孩是可以喝酒吗？经过蒸烤，只有那个留那个香，不会有酒精。你怎么那么熟？你今天不要跟我学吗？是曝光的。多多呢，帮我们加了鲜奶油。没问题。要加到很滚烫吗？不用，旁边冒小泡就好了。然后你在开火之后呢，其实你就可以把第二样材料，就是砂糖倒进去。然后接下来就是下芒果泥。其实这个做法非常简单，你可以跟你的小孩一起同乐，好吗？我就是小孩。你走开！为什么对自己小孩这么凶？没有啊，因为有火。他的小孩我也常常碰到，就是一个自命不凡的小家伙。对，他之前是不是说他很怕鬼？他是独子，他不敢一个人在家。他现在敢了吗？他现在一下课就想自己马上回家。到底是什么转变让他突然？我们家里有 WiFi， 跟他有手机喽。这小孩已经渐渐离你远去了，记得觉得你好烦哦、喔。因为他会这样吗？啊，冒小泡、哦，谢谢。对，我们不要太开心。到冒小泡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把……奶奶口不要一讲好不好？我们就把呢，多多你最喜欢，多多最喜欢，地方妈妈最爱的酒精给他倒下去。把酒倒下去之后呢，再开一次火，也是一样，让它就是滚一下，把酒精蒸发掉，就跟麻油酒界道理是一样的啦。这个内馅加了碗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把它冲下去。我们刚刚准备的这个全蛋，要确定温度吗？没关系，但是你因为它很烫，你倒下去之后，蛋黄碰到它就会变成蛋花，所以你在冲下去的时候，就是要搅拌它。这个时候就是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。你如果是地方妈妈，可以邀请你那个永远只会看那个争论节目的老公，叫他过来帮你做甜点，增加一下夫妻的情趣。好，你就慢慢的倒，然后请你的另外一半呢，快快的搅。到越后面呢，你就可以加快一点，因为它两边的温度其实已经平均了。搅拌完之后呢，我们就是过滤它。不是，你要朝它倒。哦，对不起。哦、他第一次来比较不熟，他自动会熟能生巧啦。服务镜头啦。对，就是这个蛋花，就是刚才太烫的产物。好，滤完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入模啊。不然你学一下入模，你有看阿拉斯那一集？有。你有表演细胞吗？可是阿拉斯太经典了。你这是用电影啊？我们刚刚经历了地方妈妈这个失败的入模仪式之后呢，我们现在就是要正确的把布雷液倒进去，就是耐热的模里面。烤盘尽量是要选有高度的，因为我们等一下是要用隔水加热的方式让布雷烤到成型。蒸烤的方式。好，所以那我们就有请地方妈妈去帮我们劳动一下这个步骤。什么？到了啊？不然呢？七分满了，差不多，大概七分满。好的。你知道为什么要隔水加热吗？蒸烤温度。水的沸点最多100度。哇，这是物理小天后哎，理科太太，理科，敢自己说自己是100万电的理科太太？没有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你也可以称为理科太太，我是电机科的，没错，电机科太太，电机科。
把这个布雷呢设定160度的烤箱烤29分钟，出炉之后我们还是要稍微晃一下，它如果整个都是很水波式的晃动，那可能就是慢慢再用3分钟加烤，到在晃的时候已经不是有水波这样子。水波式晃动阿拉斯它是那个打发动线，那你表演是水发式，为什么是一个海带纹表演方式？你真的没有办法，你果然我只能说你果然是电吉他的。还有整片式晃动，好了，好可怕哦！哎，粉丝是不是要慢慢要退订了？掉粉了，订稿箱，赶快摄影师，摄影师受不了这一趴。烤完之后必须要去冷藏4到6个小时。布雷最终体是上面会有一层烘烤过的焦糖，然后里面却是冰冰凉凉的，冰火五重天。的口感，突然说出地方妈妈的招式好不好？不要把你们的床纸知识拿出来说好吗？那我们就准备一些二砂，就平铺在已经冰过的布雷上面，就是用喷枪去买一个瓦斯罐，上面买一个瓦斯喷枪头，给它煮起来。用来打什么花了？对，香氛蜡烛那个烛火也是会烤到魂体哦。你下面一定要垫一个好像铁的这种耐热的盘，你不要这样子，然后就要烤哦。你的桌子会引起大悲剧。然后你在烤的时候呢，离它远一点，然后一直左右这样晃动，你不要同一要把它焦化、啊。对，你不要在同一个定点烤，然后它就慢慢出现漂亮的金黄色。你有没有看到妈妈熊熊的烈焰，就像女人源源不绝的欲望一样？四十如虎，五十如狼，六十如稀土。哎，60帮我剪掉，拜托。哎，坐定能稀土吗？那你来一次好吗？这个火会不会太大啦、啊？像我们的浴火一样啊！成长中的小孩就是尽量让他不要吃太多的铁哦，所以你选择用少一点，其实这也可以适量的。真的是，等一下喷枪，哎，按往下按，好恐怖哦！要把它融化。你会煮菜吗？不会，按这种用火方式，绝对是不会煮菜的人。要有一点距离，距离产生。美感，不错哦，都懂。跟老公就想要有美感啊，对，所以要保持距离。保持距离。这是我的，这是多多的，有没有听到脆脆的声音？啊，你的有吗？哎，也是有。好，这样就是成功了。其实它表皮是要脆脆的，弹起来会有声音。好，可以吃了吗？好，我们等一下就会到了试吃的阶段，是有多想吃。这个布雷值不值得让你小孩留在你身边？我小孩应该不会离开我，纵使外面的妹妹再怎么正，好吃，再怎么诱惑她，她绝对会留在我身边。这是一种催眠，真的烤得很嫩，你看，它是入口即化的口感。可是我最喜欢上面有一层脆脆的焦糖，脆跟绵密交织，而且完全没有那个、就是陈酒香，但是没有陈酒味。对，你不用怕有酒精啦，就是网络上很多的烤布雷其实它是牛奶跟鲜奶油1:1，但是如果你用好的鲜奶油，告诉你全部用鲜奶油，口感会更绵密，跟外面做布雷完全不一样。它说是有季节水果调味的，就是一般布雷它是吃原味，所以奶味可能会太重，但是我们用芒果的酸去中和它。那多多，你今天学的这道甜点，你之后会还会想再来吗？我要，但是我要先看一下我们后台的数据。如果今天男性粉丝没有增色啊的话，你喜欢多多这么有趣的人气，再来上我们夜市甜点店的，要怎么样？帮我们加入订阅我们的那个频道。如果这次有破集，就再会再发我。你不要像我胸肌那一集，我现在已经覆水难收了。反正如果你喜欢这集，也希望继续订阅我们的厌世甜点店，让我们的订阅人数越来越多，真的我们就会邀请更多的人气，不是邀请更多的多多来我们的节目。那我们下集再见喽，多多赶快跟大家打声招呼，因为可能不会再出现了。拜，我要吃完喽。赶快多露出一点，多露出一点。哎，你这样蛮漂亮的哎。你说布雷哦？对，我是说布雷。给你再一次机会，我们摄影大哥特别要求你。我说多多，你的演技真的很拙劣。希望你有人气的诠释方法，但是你没办法。我比我小孩要怕鬼。